不是英雄，就不丢三国；若是英雄，怎不痛寂寞？独自走下长坂坡，月光温柔，草草不啰嗦，有那镜头，用阴谋阳谋，听说安诺的魔，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尔虞我诈是三国，说不清的与错，儿女情被乱世左右，纷扰千百年以后，谁来铸就一切又从头。